那现在呢，我就给由单边这接着呢，南桃路啊，单边人手，到单边，霞是金鸡独立，是两个一左一右，然后走三个倒面猴，完了以后还是斜飞式提手上是白鹤两翅，搂起腰部是海底针，扇通背，转身前边的是啊，贴身飞。 这个呢，第三段里边的这个转身呢，它叫白蛇吐信，啊，白蛇吐信，就是偏垂直全身是掌，完了以后啊，还是进步搬栏锤，啊，这个上不栏锤尾，完了以后呢，就是转身单边，人手到单边，第三这这个第二个第二节小段吧，就是我们就到单边这个地方。 刚才说这是比较长的，啊，我拿这一段呢，再做一做。
不能挺着一挺就站不住了，是吧？这个腿啊，跟那个前面是一个道理一样。所以这个起来以后，这个腿不能弯啊。你要坐着积极独立的时候，我这个腿这么弯的呀，就行家也不好干，啊，也不顺。所以这个腿自然直立，啊，左手前看啊，右腿再提起来，哎，右臂眼到这里呢，托起来它，哎，就可以了啊。这是右边的了，右边完了以后啊，它是左边的，左边就叫倒腿了，啊，倒腿。他把第一个一做好了以后，啊，做好了以后啊，他做左腿落右腿，右腿后撤，然后右臂由前往后往前按，哎，在这个右腿站起来的同时呢。哎，吃左臂，哎，踢左腿，哎，搞这儿啊，在左边，哎，做出来这个筋骨力了。但这个不能绷得太紧，这个按照套路啊，这个倒捻猴第二个倒捻猴到第二个这个筋骨力完了以后，就是倒捻猴了。这个倒捻猴跟前边的周底锤的倒捻猴。少有点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？是吧？他就是，啊，第一个起来以后，在第二个，是吧？筋骨独立以后，他这么走的，哎，到这儿呢，这么撤腿，哎，腿长走的。所以这个时候走的时候呢，你这不在这儿吗？是吧？哎，翻两掌，环臂撤步，哎，腿长就可以了，啊。这个是一直做到哪儿呢？三个，也是三个，一啊，二，三，完了以后啊，跟第二段一样，还是接斜飞式，没什么变化。斜飞式提手掌式白鹤亮式搂腰部，还一针啊，山头背呢也一样，还是按照那前边山头背做，但底下这个呀。你要按第二段做呢，接的就是撇身锤，可这个呢，它不是撇身锤，它叫白蛇吐信。所谓白蛇吐信，怎么体现在哪里呢？哎，是这样的，它的前面做的跟那个撇身锤基本上一样。你看啊，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左背屈着头部上方，右臂掌心朝下，按匀的步步前方，哎。到重心移过来以后倒过腿了，在这个时候跟前面偏是一样，再往下边握拳的时候还是一样，拳枪下身还是一样，起由下而上往一起，一直到哪踢腿埋木，这个手啊在这个时候变长了，哎，在这儿变长了，这儿走的啊，所以到这儿来以后呢就变成掌了，这个掌呢就叫做白蛇吐信的掌，啊，到这以后呢，紧接着哎落，这样，啊，这个呢就是一拳，如果是撇身锤高的就是拳，哎，走，现在不，现在呀、啊、高这起的时候还是拳，就是击打的时候，可是它是用的哎手背。啊，紧接着落下来飞出去，啊，下边啊是八段锤，这个八段锤跟前面的做的八段锤基本上一样，但是少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？我们在前边它是撇身锤呀，它跨的是锤，也就是拳啊，它这个锤啊跨的是撇身锤是这么跨的。现在我们这不是，它的白蛇吐信是掌这么画的，那是掌。因此，在接这个八连锤的时候，怎么接呢？跟那是一样的，在重心后移的同时，翻过两掌，啊，下边往后，这个下边这个后边这个掌啊，由里头朝外头，也就朝前头，给它搭出去。前面往回拉回来，拉到右背肘腕之间，做出扳的形状，也就是粘住呢，先做成捋的，
然后逐渐握拳做饭。啊，你要问你再做一下啊。他这个走的时候呢，如果搭的时候快的就这么就出去了。啊，哎，然后搬，是吧？他是这么走的。这个呢，做的慢的时候，他就说重轻扣的一的是同时翻过两掌，啊，右掌朝天搭出左掌由前而后，搁在右臂肘腕之间，做出呢驴的形状，然后逐渐握拳做出俯腕般，哎，然后上步做出翻腕般，哎，上步打开就行了。再往下边，是吧？搬完锤完了以后，啊，完了就上过篮球尾，跟以前的一样。再说一下，这个以前呢，咱们都说过啊，前面我也介绍过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棚，啊，所以这个棚一定呢，这儿棚，使得俺们全身都这儿棚，啊，不是翻手，不是翻手。要从翻手来看，好像一样，实际它不一样，它内部不一样。啊，做好了啊，然后上路，啊，做篮球尾。篮球尾完了以后单边了，啊，单边重复的，圆手三个也是重复的，三个完了以后到这头，还是单边，啊，这一段式子比较多，但是绝大部分都是重复的，啊。主要的是的呢，刚才介绍的就在普务做金鸡独立，啊，这是生的，啊，个别的呢就是偏刃锤变成白蛇吐气，这一拳一掌之差，在这一段里面只有这么个不同的地方，这主要这么啊，金鸡独立啊，跟这个白蛇吐气，啊，其他基本上前面都做过了，啊，现在第二小段就到这儿，现在由杨军呢。哎，串起来给您再做一遍，好。
三小段呢，它的式子按照这个套歌顺序呢，单边完了以后是高探马船长，紧接着转身狮子腿，进步指当锤，上古篮球员，转身单边，又是个瀑布侠士。侠士完了起来以后呢嘛，接着就是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，转身百连，弯弓射虎，进步八连锤，如风四壁，十字手。到这儿呢，就是全部结束了。啊，全部结束了。这一组里边的时候，这些动作呢，跟这个第二小段不一样，第二小段大部分重复呢，这一段里边是有些生事的，也有点难度，啊，也有点难度。所以在第三段里边的时候，他拿这个难度的动作呀，就穿插在中间了，啊，所以虽然是有些难度动作呢，但是调节开了，啊，不过到后头这是有几个难度动作高的，啊，这么几个动作，啊，现在呢，我拿这几个式子给做一遍。Thank you.
刚才拿这个第三段的最后的一小段给做了做啊。那第三段里边呢，现在呢我就分别的拿这里边这个啊这个声势的啊，就由按着顺序吧再做个介绍。下边呢由单边往下边是高探马，这个高探马在前面咱们已经做过了，是吧？但是啊，这个式子呀，它是叫高探马穿掌，啊，它不仅仅是又加了个穿掌，啊，在原来这个高探马基础上，而且呢，它这个步伐呀，哎，你比如高探马，它是这么做的，比如单边，是吧？高探马前边我们已经做过了，是吧？高这儿呢，摆正了，右掌朝前推出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步子呀，就是个虚实步，没变啊。但他这里面又加了个穿掌，这个穿掌在步伐里边的时候就变成了弓步了。这个弓步一走呢，他穿掌是指哪？怎么穿的呢？他里边的左手由里朝前，啊，随着弓步的同时，啊，朝对方面部穿出。他这么走出的啊，这么拿出来的啊，所以这个穿掌呢，这里边这个腿儿啊你就得注意一下了。你比如我们由这个虚实步变弓步的时候，这个左脚啊一定要向左跨，哎，不然的话你就搞点直接的就这么走啊，哎，待会儿你就站不住的啊。所以说这个脚底下你首先得注意它啊，这是弓步啊，就中间拉出幅度，然后这个穿掌出来左臂又离朝前，右臂由前往后，你的这个啊左臂啊，哎，受到腋下，哎，这么弓出一腿就可以了。这掌呢伸展它啊，伸展掌心朝上，右掌心是朝下的啊，走顺的，这儿呢还是起手相对就可以了。高探马呢是略微高一点啊。这个穿掌呢也是要走平了，也叫做稍微高一点啊，稍微高一点。这个转身十字腿呀、啊，啊，就先转身，啊，转身的方向呢就不是正啊正东了、啊，而要转入正西去。十字腿，顾名思义是蹬的啊腿了，他这么走的。他重心略向后，腰带左脚向里扣，也是一般都是扣的135度。扣过来，左臂环过来，两臂在左侧，你合起来。哎，做好腿，你提起腿来，朝正前方，你给它蹬出去，然后收回腿来，就可以了。下边接什么呢？接进步指当腿。顾名思义，指当就是指的地方的下身。栽锤呢，它指向下打。哎，一般的说，咱们做比喻的时候啊，以己比人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一般呢指的当呢，他说指当锤啊，他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啊，蹬出去以后，他是去回来了啊，去回腿来，他坐左腿落右腿，右脚尖要打开，为下一步做好八字步准备，在重心前移的时候呢，身向右转。右手啊，掌心逐渐向上，哎，左边屈指腹部前方，哎，右手要逐渐跨拳，在提腿纳步的同时，屈好背，握好拳，啊，这时候屈好背了，也握好拳了。在转身的时候，重心向前移动，由右向左转的时候，哎，你看这个脚板要踩平，到这儿了，啊。这个拳头啊它也要变了，就变什么呢？就由这个拳心向上，哎，变成呢，哎，拳眼朝上啊。这时候击打的时候怎么走呢？就是弓腿的时候左掌收回来，是右拳伸出去，这时候搁这走。这个拳要区别于栽锤，栽锤朝下，这个拳呢基本上在中间，因为八连锤是平的了，基本上这三锤的时候栽锤比较靠下，指当锤稍高一些，指的地方下身啊，八连锤呢是一个平的说的
左臂呢但是要疼啊，在撤步的同时右拳呢逐渐翻过来向内圆啊，并前倾向上，撤步的同时走，这么撤，这么撤来啊，撤下来前面还是要捧起来的，哎，然后啊坐好了腿儿，两臂环起，上下拉开，哎，左脚呢，哎，从虚骨伸出，啊，啊，说上步提醒，退步跨步的时候，做好左腿撤右腿，撤的同时全也撤，跨，哎，然后做好腿摆正了左脚，两臂上下这个环开。哎，这么走，摆到这儿好像摆上两尺，他不是摆上两尺，啊，他要退步跨步，然后呢，他两臂环起上前推出，上头往下边，下头往上边，啊，下头往上边，但是两个臂上往下，下头上两个臂都朝前边给他推出去，都捧起来了，走圆的推出去，啊，这么做的啊。两臂环起朝前推出，哎，下边走这个啊，摆圆的时候呢，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重心啊，这两臂环两臂推出以后啊，它转的这个臂啊，哎，转的过程中间下方臂逐渐就上来了，哎，逐渐下来，这个手的摆法基本上下来，但是下肢脚是不是我们分成三步走啊，第一步脚不动啊，你看啊，身强右转啊，由正前方要转到哪儿呢，要转135度，转到西南方向，就是在这啊，哎，以右脚为，但虚部呢它要动啊，虚部动，实腿呢不动，石头不动，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啊，这个脚啊，拧过来以后呢，上身要走在90度，由这个脚到这个脚，你看这么一走一拧，你看，身子由左侧到右侧，第二步，这时候重心还在右腿上，他哪儿走的呢？啊，他是前脚哪儿走的？这么。啊，这第二步，第三步是跨步了啊，这个脚向外摆，这么跨，这个脚落地以后就是指向正中，落地以后重心一过来，你站起来，哎，注意这些脚上肢要中正，两臂环起，扣过脚，跨过来。倒过腿来，您站起来。以前拍打的时候，脚迎手，手迎脚，拍啊，拍的时候呢，拍完了以后啊，这个腿别落，搁起来，在这儿。这两步要带含蓄，这么走，不要直挺挺的走，也别太高，搁这儿。哎，然后坐下左腿，落下右腿，右脚向右跨。右他要走弓，你要搁到这儿呢，这出去以后就不太顺了，右脚向右跨啊，他坐左腿绕右腿，右脚向右跨，两臂伸腰，由左你向左，由左向右边，哎，这两手啊，哎，掌心啊向里，由左向右，由上往下，到右侧以后握住拳，转过身儿，他是高这儿，双腿起，高这儿走，摆出来啊，左拳是平的，右拳在额角上方，啊，额角上方，拳面都是朝前，拳心都是朝外，哎，拿右腿攻出去，啊，他这么走，啊，这么摆出来，这样就搬弓射虎了，啊，好，再做一做。
杨一推出以后转身，哎，身子不要站起来，要平稳跨步，倒过腿来您坐过来，哎，提起腿来抬起来弯甩过来坐落，哎，缓起来握拳，要看着他啊，要看着他，你不看着他就不合适了，要往这一走全在这儿，我搁这儿那就不行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一走卧成转身，哎，看着他是吧，就比较好了。这个完了以后啊，进步八十，这个脚现在指向了正东的，所以这个斜方向的这个脚是在啊东南方向，八十要进入正面，所以这个脚不太合适了，哎，腰带左脚开指向东南东北，然后身向左转右转以后在左侧，哎，做成半转，做半人垂的，哎，这一定要清楚啊，扶碗杆，稍不双碗杆，哎，两个，哎，这是半人垂啊，半人垂完了以后就是如风似雨狮子手，跟前边第一段与第二段都是相似的，哎，推出去，完了以后狮子手呢，然后做收拾，做收拾到这儿呢，就是整个完了，啊，完了以后呢，啊，做个收拾，哎，这个收拾呢，就到这个地方。下边呢就是杨军拿最后这一小段给你做一遍啊，整个的套路呢，那就是请您这个看这个啊，这个后边的有这个整个的一个套路的练法啊，有这么个整按照顺序做一个套路，好，我就到这儿，请您往下看。
练杨氏泰拳，传统套路103式，预备起势。转动式。
周笔锤。Time!
左分脚。转身，左蹬腿，左搂起腰部，右搂起腰部，转身，撇身腿，进步，斑斓腿。
伟大。左旁，右旁，女三。
邪非是。提手赏识白喝两尺，左捞脚步，白骨针，善通背，转身，白蛇吐信，进步斑斓垂，上步蓝翠，又捧绿几难，单边的转动是云手阴，二三
下士。现在由我来介绍一下杨氏泰拳49式表演套路。这个49式啊，它的来源在这儿呢，给做个介绍。因为这泰拳呢，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需要，现在呢也在参与社会上的一些活动啊，参加一些这个晚会啊等等吧。但是呢，这个晚会的组织者呀，他整个晚会的时间安排上一般也就是2个小时多一些左右吧。这个泰拳参与这活动的时候呢，如果你还是按传统的练法，最少也得25分钟。这样的话呢，在这主办的人来说呢，就有点困难了。啊，再一说这个观众啊，不一定都是泰拳爱好者，也就是不一定符合这些观众的胃口。啊，所以这样子呢，根据到需要，就有必要，啊，就拿这个套路啊，给它缩短它。啊。他便于他呢，就是参加社会活动。所以这个49式啊，它的基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头产生的。为了参加社会活动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啊，就是呢参与比赛。我们回过过去以前传统的这个练的方法，在比赛的时候，国家体委那个时候比赛的时候呢，曾经是呢。第一段加上第二段，两段加起来8分钟。这么的话，也有个不足之处，就是什么呢？你要爱好的人呢，不能由头到尾整个呢，观赏完；练的人呢，余兴未尽，啊，不过瘾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根据到这个，啊，这个社会的需要啊，这个我们呢就重新呢提出来这么一个套路。这个套路。原则上是按照传统的练法来做的，啊，就是传统的这个在结构上啊，练法上头啊，大致没有什么变，只是拿重复式的去掉了一部分。为了结构的需要，我们是由哪儿开始呢？不是第一段开始，
但是第一段篮球尾啊，第一段篮球尾由那儿开始，开始呢，紧接着咱们在第二段啊，就篮球尾完了以后，就是到碾猴啊什么这个完了以后啊，不是有个篮球尾吗？篮球尾单边云手高探马左右分脚，到这儿这么下来了，这前面的东前面这式子呢，就穿插到后边去了。这样的练的时候呢，正以会练传统架子，对这个架子的话，这一说一看你就能会练。尤其这个架里边就是啊，它有一点不一样，不是有的同学就说啊，你这个是不是杨氏泰拳简化泰拳呢？传统的简化传统泰拳呢？不是，因为它这个基本上原来的结构没什么变。尤其是没有舍弃的，就没有说拿这里边的式子给舍弃了，不要的，没有这个啊，所以他呢就不同意简化啊，只是呢拿这个重复式子适当去掉了一部分啊。现在呢我呢就由杨军呢拿这一套架子呢做一遍，我拿这个中间穿插由哪儿开始练，穿插在什么地方，我给做个介绍啊。您按照我这个说，按照这个拳谱，现在49日的拳谱，你再看看他练的，跟我做介绍的，您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头，就能够练下来这一套套路。这套路好的就是比较短，如果是参与比赛啊，一般的说呢，要求在10分钟，速度少8分钟啊，速度少快一点。如果平常就这么练呢，也就是11分钟。左右就完了，时间短啊，参加某些活动还比较方便。请您呢，想想看一看。好，现在就由杨军呢给练一练。